各位议员同仁哈，县政府哈，咱一级主管啊，甲媒体先生小姐哈，大家哈，早安，大家好。今仔日呢是第十三次的临时会讨论提案呢，当然呢，嘛是一个新嘉年头了哈。即只呢，咱各位议员哦，也非常的辛苦。新的开始，新的一年呢，嘛希望咱各位议员哦，大家拢加紧紧吼，咧把关，咧监督咱所有医生。未来岁月呢，非常的辛苦呢。当然，今仔日呢，咱有十三个案，县政府提案呢，十八案，议员有提三个案吼。咱今仔为甲一号案开始审查，请书记传读。甲一号案提案人县长张花冠，案由有关制定嘉义县土石采取景观维护特别税征收自治条例草案，请审议。办法审议通过后，依地方制度法第三十二条规定公布。并依同法第二十六条规定，报请中央主管机关备查。各位议员吼，咱来看一下吼，第四页吼，咱的草案自治条例草案里面的第四条了吼，第三项里面吼，为依前二款规定的违规采取责啦吼，兼是责啦吼。各位议员吼，甲恁提醒一下吼，咱的。可能伫个吼，叫漏写了吼。各位议员，咱对咱甲一号有啥物意见无？无，咱照惯来通过。甲二号案提案人县长张花冠，案由有关汇址嘉义县土地基本资料库电子资料流通作业自治条例，请审议。办法审议通过后，依地方制度法第三十二条规定公布，并依同法第二十六条规定报请中央主管机关备查。各位议员对甲议员有什么意见无？无，咱照惯通过。甲三号案提案人县长张国冠，案由减送一零五年度本县总预算第二预备金动支数额表，请审议。办法审议通过后，并入年度总决算办理。各位议员，咱对甲三位什么意见无？来，记者兄来。主席，第。咱第五页，第二阮总预算迄个第二预备金的总预算迄个总表啦，总表这本总预算这个啦吼。基数这本嘿，第五页。处长，这第四点啦，迄、那个第五页从老尾个教育行政这第四点，教育处长。你咧补助一百块五年，迄个什么代理教师这这条钱291万，这是捐款，中央配合款还是？配合款。县的配合款嘛。县配合款对。啊？县的配合款。头前只头前拢有写，规个这条后动支的钱，那什么哦是县配合款，就县就拢有写出来嘛。是。这点只无写出来，291万这。这应该是减下跌了，减下剩配合款嘛。是，这剩配合款没错。是，好、哦、，OK， 谢谢。我会看无啦。好，谢谢议员，谢谢。你有可能绕高去了。是。第六页，页表页，第六页迄个水利处吼，咱补助迄个布袋公所这吼、個，李福田这啊，志宏池啊，有无？有，嘿，嘿。这是啊，在县政府在补助布袋公所。刚刚报告哈，还是咱的新闻志宏池委托公所来管理。啊？新闻志宏池啊？新闻的迄个旭宏池哈，委托公所来管理这个哈。哎。啊，迄阵，迄个，大概101年那时候哈，发生就有一个民众，伊开车。啊个酒驾，啊个超速，啊塞伫咱那些自行车黄金道路，啊去弄死，弄死掉一个管政府。啊结果一直到。全部赔来啊！啊，咱就委托哦，布袋公所管理就是啊，就咱管政府甲出钱啊。不，因为这个管理的权责是管政府家，财产还是管政府的啦。啊，这边是公所来协助来做维护管理啦，包括这搞咱的水门抽水站都是一样的意思，这样子啦。啊，公所因为他没有这个裁员。那像这个判例，其实对我们这个水王道路的那个管理有点像。管理款是乱烂，哎，所有款是烂，哎，所有款是烂，啊，委托公所来管理了。啊，布袋公所拢无借钱吗？
啊，有啦，他们为主体啦，包括他们后续他们的人员都要在，可能还在后续要再惩处这样子啦。但是这个判例是较特殊啦，这个判例要较早。有几条钱拢难出的？看无这钱，130几万这种。伊是大概对，尾也是大概130几万啦。啊，即摆只啥？因为他没有超过一定的额度，不能再上诉了啦。法院只要讲伊二审了，讲他没有超过，好像是200万还多少钱哦、喔？没有超过额度就不能再上诉，叫我们不得再上诉啦。他类似有点像国赔的案子这样子。啊，你所到是供黄俊抢修抢险用，而且这个违规人哈、喔，他又是酒驾，然后又是超速，啊，法院的法官你的阿内判变个，我们其实也很为难呐。啊，照你讲，水航道路是不是一般道路？伊酒驾佮超速。对。啊，家己唔得佮叫人管酒佮出来哦。对，啊，你即摆就是。好啊，那就较含吧。啊，爱他走行政诉讼，伊即摆伊本来有告国赔，啊，我们不受理。后来他要走行政诉讼，然后行政诉讼结果跟二审法官判了是安尼，啊，佮讲因为他没有超过多少金额，所以不得上诉。所以我们觉得这个案子也是很闷呐。啊，公诉他也是有扛理责任，就是他去委托律师，然后现在打这个官司。啊，不要，我安尼安尼判啊，但是供水的差异也是有限的、啊。包括咱即嘛，目前的水门错站跟包括几公修容池，有部分都是委托给当地的乡镇公所来做维护管理，啊，接下来几栋能管就来包走诶，哎啊，所以，公所他最终的判决里面是用国赔案件吗？不是，他是用走那个就是民事诉讼的民事很民事诉讼里面才定的，啊，就一个拢确定了，拢确定了吧？伊都二审了，阿个个人每单工一金的没有超过一定金的，不能再上诉了。哎，我就不得上诉了。哎，哦，好的，是，嘿，多谢几位，谢。记者一个交代嘛，好啦，无要紧啦，系啦，吼。第九页，是文化观光局的吧？局长，局长。局长叫你啊，你唔较紧咧。伊咧讲电话。哦，老师。哦哦哦，阿边电话尽量莫接啊，离会内底。哟，是。你咧地沟遐内底，咱办迄个迄个咱云梯的哦，105年梅山驿站迄哦，什么叫做什么自偿回馈金啊？自偿回馈金是啥意思啊？我们的回馈金现在我们有跟咱有咧改迄个交通部吼、哦，这個、希望讲伊回馈金会当降低啦。伊跌个真悬滴，对啦，啊，即摆我就是讲，啥物叫自然回馈金啊？是做好了后，咱要县政府会安怎落去收费？安有啥物落去？无啥叫自偿回馈金，这是啥物意思？自偿回馈金其实是就是咱照讲叫做咱地方的配合款，哎，咱是甲分年讲咱有收入、营收，啊，落爱个行伊安尼对。哦，对啦，啊，那恁着有规划讲？有规划讲，才起来，咱县政府要安怎收钱？无你是要有自偿，要安怎个？是啊，所以咱像迄、那个配合款啦，啥物叫自偿费？像讲迄个服务中心吼，旅游服务中心，咱以后希望 OT 出去嘛，爱得有收益，咱就变成咱的迄个自偿的回馈金。啊，即马那这是即马才开始有这个名词啊。这个较早咧审的时候，拢唔捌看。较早无，还是即卖是事实上是国发会吼，伊目前对咱中央政府对地方的补助吼，拢有定这部分啦。所以像较早过去，我服务的文化部伊定了有较低，我有含伊讲较低。啊，即卖交通部光是这部分吼，我顶日来开，我甲反映讲吼，卖定较悬，定较悬。咱其实咱地方政府因为文化活动其实包括观光拢是服务的，咱无啥物收益啦。亲像台南市伊阁有迄个古迹，阁有迄个。咱这拢是服务性的，袂使讲吼用迄个方式来甲咱授课。啊，伊即马做成建议啊。啊，你这种服务性的，你是要叫回馈啦。是啊。啊。所以这就是。啊，你也无要收钱啊，无那行迄落你用字啊，文字的部分呢、啊，为什么写自偿回馈金呢、啊？不，议员在问嘛，他为什么写嘛？早前都是配合款嘛，现配合款嘛。伊其实是一个。文字上的描述啦，吼，大经就是我甲大家原报告迄个经营。你甲我解释，啥物叫做自然回馈金啦、啊？这是啥物意思啦、啊？你们的机事人，你们的行政人员呢？抱歉。
寡废话，甲迄个议员做者说明啦吼。反正我一时间，因为我拄啊伫管路开会，匆匆忙忙开迄个故宫音乐会协调会，即几工啊，坦白讲，我无闲个。你嘛无了解。财主，处长，财主在无？你知影啥意思无？报告议员哈，这个是补助之后，就是、说他等于是说，等于说有那个先借我们的那个性质的，那等我们有回馈金有收入之后呢，再还给那个补助单位这样。你这安尼嘛是等于这不是这种的不是配合款哦。应该也算啦，只是说因为他那个金额蛮大的嘛，这是第一年是300多万嘛、那因为金额蛮大，所以他就让我们分年这样子还回去这样。分年还回去。对啊，第一年咱嘛是要去行中央就对了。嘿。啊。但是这条是捐款呢。对。这条是捐款的钱呢。对呀、啊，所以我们要编现款来先还呐、啊，第一年要先还、啊。你边上收要，你这有什么收入回来无啦？依他们的那个计划里面是会有收入的。有啊，啊无，处长局长讲什么？咱这是服务性质，也不会收门票。我们啊，无咧咯。我们看计划是有他们写的计划里面是有的。按着观光局的处长无了解，局长无了解，局长。我看你这，拍着议员，伊这文字上描述我，就是我头下讲的。你过去安呀？你过计划，你摕我看卖啦。好。啊。过去看卖啊。是。主席，这点吼，第九条这点吼，先保留个，等伊。我讲吼，因为安尼可能你们解释到不清楚啦，应该是解释吼，伊这就是安啦，中央拨走款去吧。对。伊做完的时阵，伊有赢税入，还佫交等于回馈等于，应该是叫自偿回去嘛。佫交一生预借啦，就对啦。对，一生一因为这钱大条啦，应该你们解释不够清楚啦。应该是不是在这样子？那个财主这边预借后，你嘛爱有些做这对观光是嘛爱有些咱的收入办法有些啥物啊？伊即马就是先就给咱钱，给咱钱了，咱佮自偿等来去了佫归。你是不是安尼在做？因为纵使他，恁电脑恁所有人拢来就好啊啦，恁电脑要联络什么人啊？我谂对啦，我讲啦，不是啦，这条线，这条线老啊，这样子嘛，不啦，这条线只保留一下啦，大会较记落啦，你等于上网较详细会了解一下，你也无了解一下好无？不啦，那个局长，你先了解清楚来解释。那进入三读的时候，哈，高连新不新，给你三不到新，立德新，看文字叙说，哦，请你是不是这样子解释清楚给议员知道？因为你这样的文字的话，人家审没办法去审。咱早就做议员，我看应该嘛无人，什么人知影是自然对啦，大好大哇！局长呀，大方向应该是我讲安尼吼，应该是中央部主管审核了，这钱大条。反省者，啊，做者了，你们有盈利税入嘛？对不对？要自偿回去嘛？你分人咩钱？你了解，但是你嘛有一个收入办法，有啥物啊？啥物服务单位？不啦，你无要紧叫解税啦，以啥物啊？所有的盈利，所有要收等啊。譬如你的有税入的，有哪几个项目？以后这个云梯查到这个梅山驿站这個观光连结计划这内容里面，何议员知影未来有税入的有偌济税入单位？哦，比如服务中心，是有拍门票的，有迄个摊贩的，是哦，停车场的，哦，这些计划内容给议员知道。伊这事上咱地方也袂。因为咱无可能，咱嘛无可能收三百四百转来啦，不一定啦，反正假的啦，好无？安尼这条先保留啦吼。好，啊，局长兄，好，来，那个婉珍。谢谢主席。我要请教那个文化观光局长。刚刚蔡其昌议员说一样，这一本第九页有一个200万的办理2017世界博茶会。是。我想要请教一下，我那古尼顶级回心以诚也行，不是？你们原本去年其实这一笔经费在前一年104年的时候，你们
文化观光局长规划，文化观光局规划的是500万，然后呢，105年的时候600万就办了世界博察会，为期大概是9天吧，9天至10天，对不对？然后今年、去年我们在审今年106年度预算的时候，你们又提高200万、800万。其实当时在开会的时候，大家议员都有很多非常多的意见。那当然，最后就是让你们增加了200万。你说你们要办得更好，那我想请你说明一下这一次。那个世界博察会，我们的时间大概是什么时候举行？大概几天？好，谢谢议员哦，大会主席。这个咱世界博察会今年是规划在3月18号到3月27号，总共几天？总共9天。所以你又增加200万，还是办了9天？啊，因为我们有增加这个空间的使用啊，吼，像过去办这个5大主题的，就是博茶艺啦、茶艺、茶器。茶叶展还有茶友，那么今年哦，那种加入这个茶舞、茶的舞蹈，还有茶的音乐哦。茶的舞蹈是赶快去馆长要跳舞吗？哦，不，赶快，不赶快。哇，别人跳。咱有，咱有规个要请国外来。就加200万，就要请别人跳舞，对不对啊？啊，不是安尼讲啦，因为这是一个整体活动的规划哦，包括这个茶屋哈，因为咱这个一般的迄个茶的空间，事实上有这茶屋哈，啊，过来茶的迄个饮食。就是讲，咱那些茶点心这一块，也是在我们大概茶席都会归入的吼。好，所以增加的200万是要做这些事情。啊，因为茶空间过去是四个空主题馆嘛吼，啊，今麦加两个，等于6个主题馆。所以才会就是变成800万。哎、欸，差不多。好，那我再请教你。活动内容是有增加了吼。好，哦、啊，我再请教你。那既然我们原本预算已经800万了，那这边第二预备金为什么又需要再200万？所以总共是1000万呢？第二预备金是让我们那这200万要用在哪里？我们现在是因为哈、喔，这个坦白讲，现款不够了，都不够。什么现款不够？去年新民生的是600万，你增加200万，比800万呢。大家议员标过过，让你通过呢。啊，今麦你想要第二预备金，搁招200万，全变成这条要开1000万，等于讲咱今年办世界博彩会比去年要加400万的经费呢。你是要办安怎的活动？啊，需要加到400万？因为咱吼，咱使用活动规模把它扩大，包括咱这次也有规划吼，剩用那种买那个用门票，那好比说100块门票，我们取代这个消费的抵消费的，所以咱买规划这些，因为我们现在人来太多。好，那我请教你哦，你现在既然说你还要收门票，你还给他增加400万要去跟民众收门票、哦？去年是免费的，你今年敢加开政府的钱，搁要甲民众去参观，搁要收钱，安尼够有道理啊！事实上，咱嘛爱思考讲吼，这个消费者付费这個部分啊，当然这门票是不是好不好，咱就嘛要规划俩，唔是讲全部。什么？今麦该规划俩？你什么时候要办的？3月18。哎，今天几月几号？啊，因为收门票吼，所以你还有剩一个月，你现在还在规划？收门票事实上有看这空间了、啊，唯空看你有没有？我星期一的时候有跟你要计划嘛，你为什么没有给我？因为早上那个我们比秘书他也跟我在县府开会了，哎、啊，别来心哦。我们是星期局长，我是星期一跟你要，今天是星期三。是而且你这个，你既然都已经知道说你3月18已经要办了，为什么会计划没有好？你这个已经招标出去很久嘞、欸。去年。对啊，去年招标的，你计划人家计划没有给你，你们是怎么绝标的啊？有绝标啊，当然是有绝标。对啊，所以计划呢？计划在又在哪里？又在脑袋里？不是，有点匆忙了，最近真的。什么叫有点匆忙？再一个月就要办了、欸，一个月我们当然密集的，包括这几天都会。哎，不是，你不会到时候又办不成吧？像那个货柜艺术季，赶快呐！你临时会是新民省公立两枚柜，你要办好，大家医生赶快给你通过。各位，你讲因为议员吼很关心这一件，所以我们过年办不成了，现在又要延后。那请问一下，你世界博察会到底会再延后吗？你的计划在哪里？不会。那你今天还敢送说你用因为？本来是600万，你又增加了200万、800万，大家让你通过了，说好，我们期待，大家拭目以待，看你会办怎样的活动。结果你竟然第二预备金又再多了200万，所以总共是1000万要办世界博察会。那问你说好，你们一定有很审慎的规划嘛？计划在哪里？计划有，我会抱歉，会后再给议员。你为什么你们现在都是学那个农业处长，都说会后再给哦？不是、啊，因为抱歉了。这句很好用，是不是？我们农业处长没关系啦，不是啊，因为会后再给，就等于拢 OK 啊，什么都会后再给。哎、欸，啊，那聚会是要冲啥？不啦，这对了，你讲对了，他星期一就是要你们资料，所以说那一天开会
很多的局处里面，人家所要的资料，你们为什么都不提供？哦，啊，今仔个从即马来，人要问你，你阁无一个头绪出来，对不对？抱歉，抱歉。当你最后一天在提供的时候，请问一下啦，我是有那个时间去斟酌去看吗？是啊，是啊。然后就要我们这些议员替你们背书，啊，办得不好骂议员呢，你是怎么感动的哈？本来600万，现在变到1000万，办在什么活动，还要跟我们国民收钱？我这边办世界哈，可能钱较济啦。去年嘛是世界的啊。我紧啊紧，去年世界，这摆要变世界，我紧。我跟你讲，我讲局长，你什么时候要把提供资料要全部送到嘛？馬上那个好像有农业处这边、欸。会后是今天吗？今天。今天哈。对。你不要学那个农业处长哦，说会后那个这个水验检质报告说会后要给我哈，结果今天我才拿到哦。没有关系的。三桌啊。今晚拢带回啊。好啦。好，谢谢。好不好？那你现在没有啦，明天要提供给我啊，因为同学会一天你当你带回时已经放在桌上顶啊，咱就开始开会，哪有时间去研究？联络局处的人，等一下送过来了。有有有，你们都要那么久规划，我们议员都不用消化，你们每个人都只负责你们自己局处的事情。你要想想看，我们这几个议员，我们要了解你们每一个局处的事务呢。是啊，啊，你一个局处你家己的代志都无法度了解啊，你啊，阮这第时间你怎么再去就这个水质报告啊？现在才刚上来而已，对，我随去研究说这到底是哪一块土地吗？好啦，这样反正他叫他待会随上来啦，报告，谢谢，好不好？好，这样、哦、我还有疑问哦。好，那个农业处长，我看那个你们动用第二预备金吼有2笔，那我想请问一下，当初农业综合园区啊，有110万，应该是用我们，也是用是用什么农发基金，是不是？农发什么产业基金？那时候下去做规划的时候，是是吗？那后续的时候，我们是不是有整地？你用了110万下去做规划？那后面整地就后面接下来的建设是归建设处这边，还是您这边一样继续再去做规划办理？农业综合园区。工程部分我们是拜托那个别的局处跟我们协。拜托建设处。那经费的来源整个也是建设处自己去找，还是您这边去找？我们只有负责规划部分。只负责规划，规划好之后就都丢给建设处，是吗？就拜托了，没有。拜托。好，那我请教建设处长。建设处长，我看那个是。我们的第二预备金啊，动用的这个明细表里面啊，也可以看，没关系，就一样看橘色这一本好了。总预算书的一本第七页。好。明细表绿色这一个目录三，有一个那个第28页哈，它也目录三有看到吗？然后有一个县乡公路工程，然后第28页明细。他写说办理嘉义县农业综合园区多功能农业推广服务设施等整地的相关工程546万1000，是这个是今年105年我们动用第二预备金的，是对吗？那在104年，其实我还查过了104年的哈，104年我们一样用了第二预备金453万9000，所以总共呢104年跟105年我们用了1000万在整理这一块。嘉义县农业综合园区的地，开几千万去征地，我想请问一下，目前的成效是什么？大会主席，我们陈议员哈，那各位议员女士先生哈，大家早哈。那感谢张议员对我们这个嘉义县农业综合园区多功能农业推广服务设施的整地工程的关心了哈。那这个是我们就是动用2个年度，就104年度跟105年度的第二预备金。那原来我们预估的整地费用需要到1000万，但是我们发包完之后，到完成验收只花了670万。对，那目前已经整地完，那我们把整地完之后，现在交给经发处再办，委托这个招商的一个业务。委托招商，那我们到底是要做怎么样的规划？是要问经发处吗？这可能要由经发处这边比较了解。好，那请那个经发处长回答。好，谢谢。议员报告哈，农业综合园区它本身。有一个开发及新办事业计划，那里面可能有农业的一个推广跟销售，
还有一些餐饮的一些设施，哦，就是在我们的那个小康郎五路跟168交界，它只是一部分，啊。对，那里我知道。不是整块啊，是里面的有一部分的。有一部分要这么做。对对啊，那个他当时有你。那其他的部分要怎么做？其他部分的话，现在目前那个农业处这边也在拟一个开发计划，哦，后续还有他整个的整体规划的构想。所以我们花了1000万下去整地，还没有一个完整的规划。那我知道之前农业综合园区有要标，就是你们可能有规划，有要标，是不是有流标？对，有一家厂商来标。对，啊，后来委员审这个厂商提出来的资料的资格，哦嗯哦，他给他不及格，哦，每个委员的哦的来评选的结果是不及格，哦，他可能提出来的资料不符合，哦，那个整个的。那后续我们有在招标吗？现在准备又要再上网了，准备又要再招标了。是是是是。那我们有没有预计说到底会不会标售出去？那这个到底会不会成功？因为我们这个是不是也是台糖的土地要付租金？是。所以如果都没有一直标出去，我不仅花了1000万，而且是用第二预备金，是，哦，下去整理这一块地，而且还不知道到底会不会成功，然后我们还要一直付台糖租金。只跟向议员报告，哦，那当然我们也希望找到比较优质的厂商啦，哦，当然一定要，对，那我们原则上因为上一次的的确确是有厂商有意愿要来标，哦，只是说我们在评选过程当中，哦，它是不及格的，哦，那我们这次在上网的话，哦，我是也相信啊，应该也会再由厂商来。好，我希望说这件如果招标出去之后，是不是你可以把相关的计划，比如说规划，你们要怎么做，也是可以让我们清楚的知道。没问题啊，没问题。好，处长，谢谢。谢谢。然后农业处长，我请教您哦，这一份水质报告您手上有吗？有吗？有，嘿。有哈，哦，来翻到下一页。你告诉我，2/1是哪一块地？2/1土壤是哪一块地？报议员。哪一块？你是2/1在最后面的附图有。您看一下这二之一的附图。对，就 L 型的左上角。说 L 型的左上角，那你可以告诉我这个图，我们到底目前的规划耕作是怎么样吗？跟议员回报哈。好，您可以看到里面的砷含量比较偏高的，就在 L 型的这一突出的这一块。哪一块？第几块？哎，议员最手上应该有最后这一张图，最后这一张图，这个突出来。哎，嘿啊，我就是要请教你，我要安怎去分？分辨说到底是哪里清楚，哪里不清楚啊？上面都有编号，上面都有编号，又一编号。然后请问是采几个点啊？你们是采几个点的土壤水质？每一个土壤的采样哈，都是九宫格这样子米字型的这种采法。就是每一块地都是九宫格的采法。对，它有一个那个土壤采样有一样一定的所有的学术上的采样条件，我们是依它的采样条件。所以我们自己到底总共分几块地？总共就只有一块。没有，不是啦，讲的是分区块呢，地号啊，对啊，你们怎么有？因为您只要看最后这一张图，它上面就有配图，它然后标准在哪里？你告诉我，就是我们这里不合格、不符合的标准是哪几块？跟议员回报哈，它所谓的偏高，我记得上次那个你可以清楚一点给我们吗？你给他传播的数字，啊，跟图安尼的，讲哪几万，你家己看，是不是？你给我讲不清楚啊？不会。好，那请你说明。好，请你说明。好 ，OK， 它会有所谓的标准容许量。好，标准容许是多少？好，像这最后一页，来，你告诉我，你就先看下一个这个表格好了啦。这边到底几只几只几哪几个是符合，哪几个不符合 ？OK， 您看一表列，它叙述是1/1一路下来哈。对。到最后8/3嘛，对不对？好，啊，整个。那几个比较有所谓的偏高的哈，就是1/1，2/1。1/1哪里不符合？都是我们只看砷那个部分。为什么只看砷？其他都符合是不是？对，其他都符合。好，1/1不符合。就是，因为我们的环境背景值，就云嘉南平原，其实环境背景值都会比较，所以砷都会偏高了哈。但是它标准是15，所以我们只要看超过15的，像1/1，然后2/1，还有2/2。好，22/2，还有那个3，最主要是这四块，这四块就是 L 型突出的
那四块，那好，所以就是一之一，一之二，不是一之一，二之一，还有二之二。那因为生还生标、啊、三呢？什么三？土壤三，还有三，对啊，就这四块啊。三也不合格。偏高是十五。偏高就是不行啊！无你要了有机，无咱去检查管理也讲啊，你这只是较悬了，我嘛是你嘛是有机的蔬菜哦。所以议员再跟你回报一下哈，我试着再讲一次，就说设施生产即使是有机，也有很多也未必是使用土壤的啊。这个部分其实我们在跟厂商的说明里面都有讲，如果偏高甚至有没有改善的空间，其实。你只要好，我请教您，这一件已经标出去很久了，厂商的规划有过来了吗？他们开始动工了吗？还没，大概合约应该是本周会完成。这礼拜会签合约，所以会有他的计划书，是不是？对。那计划书什么时候可以提供给我们议员知道？因为计划书他也还在，他有做一些修正，我们也。那你既然要订合约，不用看计划书吗？有，可是是出估的，我们会要求他整个营运规划书过来。嗯。啊！你拢啊，唔知影伊要安怎营运规个啊？即马你要，你着要和伊拍契约，你唔知伊个计划要安怎做，你着要拍契约，请问你契约要安怎拍？跟议员回报哈，这个部分其实大方向大家都定了，可是不是哪有什么我们要签约，这是一亿的，一亿的，我们花了县政府花了一亿的钱呢。什么叫做大方向？跟议员回报，因为你讲的是规划书，规划书绝对有，他当时都像要投标的时候，其实都会有一份进来。可是我们也会就他那一份来跟他讨论，就像您刚刚在担心的，对他那他的规划书还有他整个计划，他规划书一定是规划得很好了嘛，所以我们你查他才会绝标嘛。然后现在我们跟他订契约嘛，那你竟然说、啊、一个明细都没有？有啊，完整的还是因为这个就等于预约完成的时候才会。啊，你们预约好了吗？因为我们希望是本周啦。不是，对。本周好啊，那礼拜五给我们啊，我们开会开到礼拜五。嘿，当时也好啊。好 ，OK， 完成就一份嘛，哈、啊，就完成就送过来，这样好、嗯。可以哈。可以啊。嗯、是因为他预约，因为他是上市上柜公司，所以他们的程序也要跑。就完整的规划书里面都送给议员各一份了，好不好？好，好、哦，好嘞，我完整。易主席决议，好，是，哎呀，谢谢，谢谢。等一下，我还有一个第七页橘色这一本第七页的问题哈，我想请问一下那个住宅补贴方案租金补贴，这个是经发处负责吗？是，处长，是我看那个第七页这边哈，我们有用第二预备金再补助了，就是关于住宅补贴，是252,000，对不对？对。那为什么这边会有增加的？跟议员报告哈，因为我们本来住宅补贴哈，它本身我们有一个中央是补助90%嘛，哦，那我们配额10%，是啊，中央有一个核定的一个户数，哦，啊，那一般来讲，可能来申请的人，哦，资格符合，假设说100户，好，假设100人资格符合，假设我们的预算只有70户。中央跟地方价只有70户，那有30户啊，哦，可能是他资格符合，可能他也没办法去，哦，可能就要用抽签的嘛，哦，哦，那30户可能就没办法来得到这个补助啊。那时候今年的话，那时候动用预备金是说，那中央补助的时候，他还有一个额度，哦，那我们再去跟他争取，哦，啊，后来又多了7户，哦，后来又多补助了7户，所以等于说我们整个还多补助7户，我们啊，我想请教那个目前户数。处长是，既然说我们可以用第二预备金去增加这个住宅补贴，我相信会来申请的那类管民哈，一定就是他有这方面的需要，才会说想要申请这个住宅的补贴。因为我们的其实薪资水准已经比较低了，那有没有这个可能，就是说我们在未来提高一下户数，增加户数？你既然第二预备金都可以下去动用了，那不如说，人家申请的又符合资格的，我们尽量让他们就是都可以补贴成功，就是接受他们的申请。那叶你提到这个，我们前两天才跟我们的财主这边哈在讨论这个问题哈。那这一个部分我们也会牵出来哦，来增加哦那个补助的一个户数哦，我们可能就是。
因为中低收入可能还有它本身其他的一个补助啦，那我们可能会整体考量。我刚刚好这前两天我们真的是在讨论这个议题，对，那我们尽可能会来增加那个补助的户数。好，那麻烦这方面你们在努力哦，因为其实有很多的县民，我有接到这样的资讯哦，你可以申请古尼屋给你的不？他们不知道是什么样的原因，因为可能这是分数计算的问题。那想想看，其实一个月是补助三千嘛，三千是三千，对，其实不无小补。对，中央负担90%，那我们负担10%。对，那既然的话，希望说你们可以再跟中央再努力争取，说我们嘉义县户数可不可以再增加多一点？是，好，麻烦你们努力。好，谢谢，谢谢。好，哎，各位议员，咱对甲三案感觉有啥意见？那无吼，咱的基长兄就一条保留发言权啦吼，自偿回馈金这条啦吼。安尼，局长你要赶快尽速联络一下。即马上来，即马上来，上二队。要基长要即马合理，还是安怎？还是要等会后？好啊。会后哟。现在啊，现在啊，都可以啊。安尼，我讲伊还未来啦，吼，咱先加四案好不？来，甲四号案来。甲四号案，提案人县长张华冠啊，由有关教育部核定补助，2016年度补助高级中等以下学校，推动国际教育补助监会等三案监会合计新台币1473298整。你请同意先行垫付，事后依相关规定列入预算转正，请审议办法。审议通过后，先行垫付办理，事后依相关规定列入预算转正。各位议员对告示有什么意见吗？无啊，咱照管通过。甲五号案提案人县长张华冠啊，由有关经济部水利署核定补助本县办理2016年度自来水用户设备外线补助计划案。监会新台币300000整，你请同意先行垫付，事后依相关规定列入预算转正，请审议办法。审议通过后，先行垫付办理，事后依相关规定列入预算转正。各位议员对价格有什么意见无？那无吼，咱照管通过啊。等一下吼，那个局长，我那局长，你这个你是不是先这么引印各一份，送进去了吗？有吗？有影也来吼，好，那等一下他们就送给你们看一下哈。安尼，咱继续审甲六案。甲六号案提案人县长张华冠啊，由有关行政院环境保护署补助办理2016年度资源回收工作计划等三案，合计经费新台币1972万整。你请同意先行垫付，事后依相关规定列入预算转正，请审议办法。审议通过后，先行垫付办理，事后依相关规定列入预算转正。各位议员，咱对甲六号有啥意见无？来，记者。局长，你第三点你说明内底吼，第三点，咱咧环保署是补助759迄抓堵车嘛？对无，759嘛，吼，伊是啥嘛？关的配合93万嘛，吼。这是对基金嘛管费啊，正该拢对基金的嘛，吼，基金的出嘛，吼，是吧？是。哦。你写个详细者，吼。谢谢。这点写详细。以后我们把基金写了。嘿，这说明这写详细，然后知影是关于个基金，吼。好。啊，你第七页你看，迄环保署来给咱的公文。嘿。哦，迄抓堵车计划，伊公文来是801万呢。嘿。对不？嘿。啊，咱关的上少配合11%都99万了，啊，现在金额无同。尾啊，因为来的时阵吼，咱有先打先花苞，啊就知道那个金额了。那先花苞，嘿，这不是对台银的，咱要统一对台银的变花苞的。哦，咪，啊，这因为是吼，咱主动去看年度尾吼，啊，环保署阁有存啥物钱，咱去搭套。啊，套来，因为伊希望伫年度底较紧有一个结果。安尼，啊，所以公文核的跟这个会差一点点金额。哦，是安尼，哎，是，等于讲环保署就剩一款，你到底剩一款？啊，对，咱你管的较好，都去遐套落来就对啦。咱较积极啦，去遐学。较积极啦，对。你也再管的较好咧，哈。哎，我变叫你来做环保署，无贵个啦，环保局长啦。啊，你搁遐套啦，你只管年度尾爱发包钱，对啦。有个人执行了无好，把咧管起，啊，有存钱咱才学来。
我知啦，我知啦，嗯，伊个分配看问题啦，中央分配看问题，所以伊落来公，落来公文，哎哎，照你只爱759万咯、喔，哎、欸、对，哦，嘿、欸，哎，旧个这个公文800块嘛，这张就唔对了啦，哎、欸、对，哎、喔、了解，好，好，谢谢。哎，各议员，咱对教育员每件啦吼，咱每件教官通过吼，是啊，拢总新闻过来新教啥完啦？好不好？来，好了，继续。甲七号案提案人县长张花冠啊，有关茶体验园区高山茶主题馆兴建工程及106年度油气祭典特色加值计划等二案，合计经费新台币2640万元整，拟请同意先行垫付，事后依相关规定列入预算转正，请审议办法。审议通过后，先行垫付办理，事后依相关规定列入预算转正。各位议员对咱教七号案有什么意见吗？来，是啊，都文化观光局。第二点，你的加值型106年什么油气祭典加值型补助1640万这啊？是。哦，你后边明细表哈、哦，你的明细表示我中央补助1640万嘛？对。对不？对。你的格式嘛哈、哦？是。但是你后边附带这个公文来啊？是。哦，这、那个文管局、那个、交通部观光局补助落来。后壁第四页吧，哦，是。伊内底公文，那是等于讲日式破住迄日式和风的日式洋风小镇。洋风小镇嘛吼、哦。是。伊迄内底表格，伊公文来是写1440万的，中央补助款是1440万的，对不？啊！你这边明细，这边只你甲写1640，中央补助减少200，有无？是。啊，这200你搁写一个自偿性，又搁是自偿性，别科室都无这自偿性，啊，这自偿性是搁啥物意思啦？自偿性就是头段议员你伫关心这吼、個，咱对于104年到107年这個、这个补助款吼、喔，5000万以下。自偿款，迄、那个咱中央是66.5啦，地方咱改管是33.5啦，对，咱分在分级里面是第五级啊。嗯，嘿，从第二级是伊51%嘛，那第三级是44%，第四级37%，啊，第五级咱嘉义县属于第五级，咱属第五级的。是，啊，咱比例偌济？33.5嘞。那是占33，咱会当33.5。是啊，是，所以他刚那个议员报告。啊，这是家你文光局有这个问题尔吧？应该其他局是搞这个问题。其他局是应该那是中央补助的，因为阮过去向国发会申请的，哦，拢有这个问题。所以像最近我就讲，我头有报告讲，最近我已经甲交通部观光局反映，我这比例太高了，太高到我们地方政府是负担不了。你占33%诶，惊咱搁第五级，灾情搁第五级。是啊。啊，这个本栋搁降诶呢。啊，后来交通部观光局顶日来开诶，伊就讲叫咱地方政府吼，该提出来讲对啦。啊，伊做成会议记录，啊，伊要过去甲国发会反映，所以那天我就首先就在代表县市政府发言。表示说这个事上比例是太高了。嗯，欸、所以这自偿性，这自偿性，这意思是安尼嘛？是啊。啊？是啊。啊，这等于这嘛是咱县政府家己出钱，伊先给咱呢。是啊。还个行伊啊，那个分钱给伊。还个行伊啊？对啊。啊，以后你要个行伊，就爱你办的这个补，伊补助落来这个计划有收入呢。是啊。所以就讲咱爱靠 OT 啊，有时候 OT 也不见得。你得要有收钱，你唔知以后有通个。收个多啊，嘿。这200万个一生预借，让咱靠我都去行人。是啊，像即卖市长咧关心迄个仁义潭咧水务，迄嘛是啊。阮规厝已经向观光局争取，就是要伊嘛是一直要讲这自偿率的问题。啊，所以你这中央实际补助，你这明细是1400万啦，1440万啦。是。哦。是。啊，先预借，等于预借，自偿性就先给咱，先预借啦。是啊，咱分。但是我同款中央出钱先给咱就对啦。对，就钱就咱开以后，咱搁行安就对啦。伊分你主呢，贪官啦。哎，你啊，清楚我讲哦。是。伊咱五级的政府，咱地方咱管理员算五级，你自偿
比这33%几这伤悬哦。伤悬啊，伤悬啊，嘿，议员对这预算真内行，这我已经反映足济届，这伤悬。你文，咱讲其他部的文化部伊嘛袂遐悬啦。这是干文化部吗？无，这是交通部观光局的。观光局啦，交通部啦。这是交通部。这个是干补助款的部分，中央还是专科室、特科室拢安尼吗？还是干文化部有安尼？不是，迄这是该原本，这是这部分是交通部观光局的比例足悬，啊，文化部其实伊较低。哦，啊，你啊特别甲观光局这边反映啊。我甲伊报告了，讲我已经顶个开会，我就甲伊讲啊。无，你啊甲讲哦，咱解关都是要拼未来、拼观光啊。你管这财政困难，你敢用自创性的五级的33.5%？是啊，哦，这做烧就做烧落来，也无赚钱，现在搁赚完啦。是啊，伊搁甲你，甲你自创性又甲你算伫咱的对咱地方补助啦，你搁甲算了。啊，对啊，你看我那补助要开发观光，那搁咧拼经济、拼观光，咱解关都赚啊，啊，搁用第五级的33.5%。咱若阁做袂起来，先咱阁了钱呢。咱管就无钱，先到时咱卖什么人，毋就是卖财主也卖你。反正咱家己个财政个愈歹呢。对啊，是啊，考量性啊。啊，毋过讲实在啦。这应该吼，这个应该改善啦。这啊，其实呀，咱无拼观光，无去拼未来，咱也无迄个未来性啦。啊，是讲咱的自创性遮悬哦，应该你要去讲一下。啊，若无你啊叫本来就爱反应咯啦。爱反应，一定要反应。啊，无咱若做袂起来先哦，咱无盈利啊，无收入个先哦。对啊。咱来补钱啊。有诶一寡毋免，有诶一寡配合款，一寡中央补助款毋免用诶，一寡会用诶啊。即矮啊，伊即矮啊。你用诶比咧占遐大，哎呀，对对对。所以我才有甲伊报告嘛。那你来做，你会很辛苦啊。有。对，你要做很辛苦啊。因为吼，我嘛甲中央反映讲，其他县市像咱家己县吼，县长啊，甲咱议会遐支持即观光，像去年你看观光人口来到640万嘛，无人爱做啊。你像台南市，我著讲伊高足中央补助诶，但是伊有门票所得，伊著当去处理即部分来。哦。啊，所以讲，伊这做，伊你会辛苦嘛，好不好？哦，你要反映一下啦，吼。安尼，基长兄，即马这个案价做价3万，就是说明同款的啦。哦，安尼就是迄点无保留，好不好？哦，那个，我们假山那蔡议员那没有保留，哦，不保留了哈，就这样。那假山案就叫人通过了哈，叫管通过哈。基长兄，婉珍，一样吧？因为你刚刚没有保留哈，那我，各位议员，那对价钱来有什么意见不？那无教官通过。甲8号案提案人县长张华冠，案由有关2006年度公益彩券回馈金补助社会福利公营造物活动中心修缮监会及新台币170万延整，拟请同意先行垫付，事后依相关规定列入预算转正，请审议办法。审议通过后，先行垫付办理，事后依相关规定列入预算转正。管咱对甲八款什么意见无？那无咱教官同过。甲9号案提案人县长张华冠，案由简送泥报会拆除光荣国小东栋教室东边厕所、北栋教室及西边厕所建物案一件，请审议办法。是贵会审议通过建物一议最低使用年限，同意报废。建物未议最低使用年限，另函请审计机关同意后再以报废。各位议员对甲九号什么意见无？那无咱教官通过。甲10号案提案人县长张华冠，案由有关朝山花漫游三界埔整体规划设计及工程施作案等涉案，经费共计新台币3614.9万元整，拟请同意先行垫付，事后依相关规定列入预算转正，请审议办法。审议通过先行垫付办理，事后依相关规定列入预算转正。各位议员，咱对到10号有啥意见无？哎，主席，接下来三界埔啦吼。对，这个三界埔吼，这个叫做什么？叫做什么山花？这个山那点？绕啊，处长。英语我都袂用啊啦。无啦，处长，民政处长，这干唔定呢？是啊，这你听咧嘛？这个那点？绕是啊。哦，绕山花啦吼。啊，这客人而为啦。这客家嘛吼，你这样是伫管户一边还是伫公所一边？管户吼，安尼，最近我要拜托一件代志吼，就是讲有关这案吼，你对于这个规划设计案开始一直到工程师做吼，你凡是有开的会议吼，一定要知会吼，阮当地最上这议员，安尼困难无？
基本上吼，那较有迄、那个有一个架构吼，啊，阮因为内部很多比较小型的会啦，那我看如果有一个具体的迄、那个，当然即部阮会来。好、哦，最相似的议员，包括张议员伊嘛，伊计三届包吼，吼。所以啊，个最想强的强级的议员，因为在这个规划过程很多小型会，我想这是不必要的。啊，有一个较想讲，我较差不多对要定案那是迄个当然就无。当然啦，你要定案之前吼，你一定爱参与，爱互阮参与一下吼。啊，因为当然地方阮家己的吼，阮嘛有一挂阮的想法啦，吼。啊，当然我嘛会去参考着乡亲对这样的看法吼，大家集思广益吼，啊来加2600万的数目，唔是小数目吼。啊，咱。共同来个处理吼，啊来个做好安尼吼，好，这是我。感谢处长真认真啦，三界埔客人无做济吼，客真济钱哦，恁娘。是吼。哦，啊你可能中埔也讨袂少去啊。不要啦，安尼吼。我感到客恁做好啦，客恁做好啦。好啊，恁个这足重要，足重要。你呐，嘴角吹出来，甲台湾来吹响啦，好不好？好啦，好啦。嘿啦，好，那个谢谢处长，那个做的时候告诉他们当地的议员一下啦哈。好，这一案我也表达一下意见哈。我想先请教那个农业处长，我之前都在请教您三界埔啊，我们苗埔的规划，所以现在那个整体的规划就是用这一笔经费吗？对吗？没有错吧？哦，好。有涵带性吗？就未来的那个苗埔的方向，就是以会汇总到这边为主，会跟这边结合嘛？是，好。因为迄阵客委会来是要去讨论这件代志，其实我也有去啊。然后刚好客委会里面的委员他们知道说我是三界埔的新埔，因为我得住在苗圃旁边，所以他其实这一件的话，我觉得非常好，是他希望说三界埔那边可以再下去做经营规划。可是他里面有餐厅啊什么规划，他希望说可以结合在地，他也希望说，我如果刚好是在地的哈，应多啊行算噶，看不要把社区里面的人推动出来，所以。等一下，处长，谢谢。那个民政处长，所以我想说这一点哦，我希望说，其实我们很感谢你们县嘉义县政府很努力跟中央争取这一笔经费，那其实我们非常的认同。那也希望说，其实未来的话，其实地方参与讨论不应该去分任何党派或是你是什么样的党籍啊哈，因为其实为地方努力，我相信这是大家民众的期待。所以虽然外籍冠是入朝相及。啊，请你会记得，我是最上的新妇吼，我就住在遐尔，所以你千万唔通讲过是要偷球。刚王奇议员有说，就是麻烦一定要通知我，可以吗？会的，会的，刚有讲会通知我们当地的议员的哈。啊，各位有人对咱告什么？稍等，昨天我搁办到一项吼，你这个要开这个定案之前的这个会议哈，吼，规划设计要定案之前啦哈，我希望讲吼，你这个会吼来去三界埔开啦。吼、哦，因为吼、哦，遐乡亲要来遮较远啦，啊，咱着设计公司跟咱所有的这个新办的这个官员啊，甲包括你吼、哦，咱怎啊来遐开，吼、哦，啊，让地方充分来讲因的想法啦，安尼吼，安尼咱来做一个较好的这个完整的规划呢，好不好？相提、你也记得，啊，当然，主席，就这个机会吼、哦，我也要要求咱各科室吼，凡是恁伫水上乡吼。有做类似的这个规划案的吼，吼、哦，在工程吼，希望你嘛爱智慧着阮这乡级的议员，吼、哦、啊，当然你若伫绿草，当然你要通知绿草的议员，吼、哦，我是希望安尼哦，啊无做者咱管路做的工课哦，我无得到知影啦。公共工程吼，你工业的时候，咱就转来小组咯，叫咱。无啦，不是工业的时候啦，主席。那个主席，我想要说，我刚。同意王议员刚刚说的哈，其实要办很多的规划，其实这一件呢、啊，包括说这一件三界埔客委会要去啊，其实我没有收到通知。然后呢，是在地隶属丢船丢，他们打电话给我说议员你要来，我觉得说哈，在这边我有一个比较委屈的地方啦，因为在地管政府你无甲阮通知，我唔知你通知啥物人去参加。那既然我是在地，而且这个是在国兴村，刚好我住的是迄村。那既然说我出席了，人家在地隶属地传就邀请我出席，议员敢因袂出席？所以我出席了，那因讲你即马经费落来，讲人是你挂掉啊袂？那有这种情形？所以我请问你，我身为民意代表，我到底是应该爱出席还是卖出席？这个案我做一个比较完整的补充报告啦。那这个案最主要就是因为刚才议员有提到，就三界埔的苗圃要怎么去跟他做得更好。那这个发想是由县长他想到说，苗圃那要怎么去重新的发展？那刚好客委会有这个经费，所以县长就发想说来结合当地的客家
的这个文物，然后把这个对，没有说这非常好啊。那我请教您嘛，处长，我想要请教咱在座的各位个处长好啊。我讲我了，民众给我去，我民意代表一定要去嘛，要听民众的心声嘛。那你们没跟我们通知，我们还是要去啊。那我想请问一下。人若讲安尼议员，你来就是挂经费乱啊，你就是拢都做挂掉啊，卖工费，请问安尼敢对？处长，你认为安尼敢对？我无听，唔知影。唔是啊，你认为人安尼讲，人有人安尼讲敢对？处长，处长，你免阁讲迄个过程啦吼。即摆意思就是讲吼，希望讲吼，咱县府包括咱的总规处啊，是讲一寡咱的相关的经费来做哩最上的吼。我举一个例子啦吼，最上的你当然你人在地的议员咧，你来共邀请啦吼。不管是恁的这个规划也好，还是讲未来恁要动土的施工也好，要施工的动土也好，种种应该拢爱共讲者，无吼有足侪乡亲讲啊，恁这议员恁做恁拢唔知影，其实足侪观众的工课恁无得甲各行我拢会了解啦，吼啊，所以直接也要就这机会要求咱各科室的，而且主管直接吼，恁会去哩吼，比照这个案子来办理啦，安尼有问题无？我希望说不是依照乡级啊哈，就是说你那个选区，因为拍者我虽然是挂鹿草乡级哈，啊，我们讲台真正人口数较少，我哪会动算两，我还没回宜兰，已经真无简单啦，所以我们还需要在水上跟太保下去做努力，所以希望说三个乡镇的事情都可以让我们知道，谢谢。好 ，OK 啦，好。我补充者就是讲，刚才张议员在提到说，客委会来审查来勘查啦，那这帮助迄个乡亲出来迄个吼，当然乡亲可能就会知会议员。因为他是上级机关的审查，我们不方便来通知在地。我到这嘛吼，啊，唔捌咱的科室主动甲我讲哦，啊，要来中央要来勘查吼，啊，你来参与。勘查我未通知，因为勘查有时候他在审查过程。但是我无咧，别人有啊，哦，但我唔是基地啦，我唔是基地民政处啦，我无别人有啦，安尼就好啦，好不好？啊，咱各科室这样哦，希望哦，希望。施政不要分蓝绿，没有了，没有，施政不要分蓝绿了，好不好？哎，我补充一下，安尼问题无？主席，来上庭来。我补充一下，我感觉这一切拢是误会啦。哦，一切拢误会。那个客委会的部分哦，其实我们是当地传就搞到通知啊。这个民政处他确实是没有通知啊，但是前面的部分为什么我每次都会与会？是因为我们有一个行车事故鉴定委员会，那个所在它的土地使用就是有问题的，所以我那时候要求讲，为着要让民众洽公的方便，所以我们要求说，行车事故鉴定委员会应该要迁入到我们的监理所啊。所以呢，那个所在一层照料，那个过程是非常的辛苦的，因为当初中央那时候公路总局伊无愿意改那个所在放照啊，所以我底下甲蔡宇就底下拼命吼，努力了很久，包括这个部分是涉及到很多单位，包括那个建设处嘛，许弄与会提供我们很多详细的资料，所以我们还才很成功的请他离开这个地方，取得到这样子的公文同意的公文之后，我们后续的规划，这里计划经费哦，叫做特地的做一个整体的规划。我想民政处处长你非常的清楚，啊，即马重点就是要甲处长讲。这经费呢是咱所有客委会特调吼，这五个案子里面吼经费最多的，尤其是三界埔常常咧经费，就是讲三界埔甲中埔拢毕竟拢一个埔，啊，毋过过去呢，因为呢没有自己的立委吼，所以呢，包括要靠水保局讨钱啊，拢讨无经费啦，啊，很难的。我们现在已经吼有一个吼自己的立委，所以呢，现在在三界埔那边有很多的建设投入在那边，我希望说这笔。建设经费这一笔经费真的要好好的运用。另外呢，我要甲咱的民政处处长讲一下吼，咱的苗圃的部分，那个建筑物的部分，那个补助它是没有核定下来的，对不对？对。所以这部分恐怕那后续是不是可以再继续努力？我们会在整体的去考量啦，因为还没有做细部设计嘛，那就整个经费刚下来而已嘛。对，然后后续的会议我是认同吼，他都在王 K 类以外讲，后续呢是涉及到重要的后续的推动的部分。通知咱在地的议员吼，去表达意见，到包括到咱所有村民吼，有地方的人士，我感觉这是一个正面的方向，这个是认同的。啊，不过头一个部分，我想要甲王凯丽议员解释一下，就是这都是误会啦，因为我嘛是当地的人，甲我通知的啦，吼，以上。你对号入座，我无你讲理呢。好啦，无紧，无啦，唔是啦，咱伊解说一下尔啦。是帮管政府解说 啦，因为这件我非常了解啦，这件我真正是拍表都出来解说啦，补充解说啦，嘿啦，补充解说应该是无过分啦。对啦，对啦，对啦，啊，你车干袂甲挂走的时候，我无无方便呢。还不离阮家外近的啊！唔过家你方便嘞，其他人无啥方便，拢在位啊。你较委屈一下啦，可以啦，那我们那个场设再利用嘛，对不对？迄个。
场设备场馆被再利用嘛？对对，对不？特别这几年客家文物展示中心呐、啊，都要在关键的时刻，他要审查。啊，我来客家会馆来得？没啦，迄都无同款的。没得啦、哦，没不，它属性不相同啦。你莫创阿伯，我改嘉义县客家会馆都倒去来。不会啦，迄是讲管理改观哦，迄咪挂我陈柏霖来，你家己考虑评估好势。不会啦，属性不同。伊迄个看板是高速道路啊，吼，是嘉义县客家文化协会哦。嘉义县是挂恁的哦，哎，迄咪挂我陈柏霖客家协会来。哎，你家己是记好清楚哈，哦。啊，咱感谢各位议员哦，对教员的心照啦吼。啊，呢，咱以后案有三个案啦吼。啊，咱是咪拢照管通过？啊，咱今仔日是个议员呢，拢来家己联署啦吼。啊，好不？好啦吼，好。啊，感谢各位议员今仔参加的是。再来，哎，迄、那个以一号哈，一号案哦，以号这案哈，迄、那个雨林伊来做副召集人啦。好啦，哎、欸，我拒绝。你要三度先甲入了，今仔转咱小组吼，你们要提。专案小组嘛，咱交关通过，还有议员并且三读联署信，会成立恁的诶召集人、甲副召集人，好啊，好无？好，起立啊 ！OK， 感谢咱所有议员、甲咱只媒体、甚至小姐吼、甲咱一级主管，感谢您，谢谢。